线上真情，哪分你我。炎夏温情这次飞往东马沙拉叶，抵达第二大城市梅里，继续把关爱送给最需要的人。梅里是个以华人居多的城市，今天来到朱巴，这里不算郊区，但在这个年代居然还有人住在没有电源的木屋里。待会即将探访的这位女士命运坎坷，遭到丈夫毒打，还要照顾精神失常的女儿，儿子受教育程度低，无法找到好的工作机会，一家几口就住在又窄又小的木屋里。没电的日子几十年来他们就这样的过。杨女士，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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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是建峰。啊，建峰，我可以进去里面看看吗？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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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哇，这个是不是很稳呢？整个梯子是可以拆出来的，这不是很危险吗？那有没有在这边跌倒过？跌过两百呀。我们是还没踏入这木屋之前呢，就已经发现了第一个危机，就是它的这个梯子呢是完全是已经给拆掉了，其实很不稳的哈。那我们现在就进去他墓里面看看到底这个屋子里面的情况到底又会是怎么样的。56岁的廖莲花和丈夫育有6个孩子，4男2女。她的丈夫生前酗酒，常对她和孩子们拳打脚踢，不肯让他们进屋睡觉，只能露宿在楼板下的泥地。他说你做到某个月本季啊，也要打你啊，要得到你啊，你知道吗？叫他买酒席吃到酒醉下啊，你空空点点的用了，就骂你了。但我三月我三不敢做啦，我三就去点仔去出云啦，点仔睡啊，还有啊会吹把沙来睡，不敢做啦。长期经历丈夫的无理对待，廖女士和孩子们长期承受精神压力，因此都变得自闭内向，语言上都有障碍，不善于表达内心的感受。如今丈夫已过世，情况好转，虽然孩子受教育程度不高，但都很乖巧听话，这让廖女士深感安慰。这是你大儿子哦？ Yeah. 大儿子叫什么名字？吴新友。新友阿姨你好。新友啊，新友你就哦，你是睡在这边吗？没有地方好睡，就睡在这里哦。父亲已过世，不必常常露宿外头，但基于木屋只有2间房，廖女士和女儿各睡1间房，因此儿子们只能睡在任何一个角落的地板上，情况并没有好转。大儿子睡在门口内，一旦下起雨刮大风，冷嗖嗖的，实在不好受。大儿子吴新友多年前遭遇车祸，导致脑部受创以及骨折，做不了粗重工作，目前是一个清洁工人。放工了就出去吃饭啦，就是给他创掉去，这边断掉就开刀开差不多也是很长啊。那哎，我发现到新友你是睡在这个纸皮上面的，没有睡在地浪吗？有买到地浪，没有用。为什么不要用地浪呢？习惯了那个纸鹤。那睡在这边会不会说很多蚊子啊？这样子非常的多了，那个蚊子。夜晚蚊子特别多，除了忍受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还面对蚊虫的叮咬，怎么驱赶都不成。他们索性把自己用整件被单包起来。要进入厨房前，发现他们总爱把物品一件件高高吊挂起来。一是地方不够用，但杂物太多；二是担心惹来蚂蚁。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家的煤气管偶尔会漏气，但他们依然若无其事地继续住下去。果然危机四伏。你说为木料流气？漏气，那不是很危险？是啊，木料啊。廖女士是说呢，她家的这个自来煤气供应呢，的喉管就有出现漏气的现象。其实呢，在东马这边呢，就只有梅里和明都鲁这2个地区呢，是会有这个自来煤气供应的。在廖女士的家，我们发现这个煤气供应的这个喉管呢，是有出现漏气的情况了。对，那个一家大小的安全呢，是一定会有威胁的。所以是急需维修的。在发现这块木板下隐藏另一个危机。安迪这边，这个为什么要用这个盖住？你不要写东西，水碰到木料。这个碗橱，
坏了嘞，啊，坏了，丢了了，丢了，都不可以用了。哎，这个菜没有盖住啊。没盖呀。那我们是发现到廖女士这家，因为居家环境不怎么理想，所以对卫生各方面也没有太照顾，他们也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也唯有这样。这间木屋非常狭窄，空间有限，大儿子睡在大门口内，小儿子则睡在饭桌下。哎，不懂，哇，你的手怎么很啊？蚊子，蚊子啊？蚊子叮你？蚊子叮啊？一直爬，一直爬，一直爬，就爬到这样子，两个手都有吗？小儿子同样遭受到蚊虫叮咬的困扰，平时忍不住去抓痒，导致手部疤痕累累。小儿子在一家水果店打杂，月入只有350令吉，几个兄弟的收入加起来依然负荷不了基本的生活开销，更何况是电费。加上这间50年的小木屋是廖女士岳父遗留下来，因为早已去世几十年的岳父生前没有妥善地办理遗产手续，所以如今还是在岳父的名下，申请电流供应手续显得复杂难办。他们家里是没有电供应的啊，只有水，那个水跟那个煤气而已，所以每天他们就用蜡烛，一天用一颗蜡烛，整家人照一颗蜡烛。几久了没有电了？是50年60天了。50多年了。晚上因为点不足。水和电流呢是最基本的生活条件，所以家人就偏偏缺少了电流供应，所以造成他们是在晚间的时候啊，是必须用蜡烛来照明，来进行日常生活的一些种种的需要。廖女士家里杂物多，缺乏打理，结果处处都布满了蜘蛛网。两个房间。哦，这是你房间哦。啊，那水啊，你咯，第三的水啊，你应该水该。第三的儿子睡这边。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够房间啊。你给房间呢？廖女士的儿子们较少接触人们，所以不善于语言上的表达，而廖女士相信长期受到丈夫的虐待而产生恐惧，一段时间活在阴影下。还好最近在梅里一家佛堂帮忙打扫，得以找到生活的宁静，心情逐渐开朗。31岁的大女儿吴月美在小学的时候突然变得精神失常，从此廖女士就负责照顾女儿的三餐起居，她每天躺在房间的地板上，不懂得自理。当肚子饿时，廖女士捧到房内给她吃喝，就连大小便都在房里，只有伟大的妈妈不嫌弃地替女儿梳洗。政府医院每3个月就派护士来看她，然后派奶药给她吃，一天要吃3次药。看来有时她吃东西吃到有时会乱丢，有时会弄到肮脏。我妈妈每次有早上啊，就跟她洗干净，干净啊就好了。这间木屋呢，其实入门的地方哈，你就可以看这个。这板已经是全部都已经是不能用了，而且，廖女士就说哈，她曾经在这边跌倒过2次，她的体质已经完全是不理想、嗯，所以我建议在这一边把这一个楼梯重新再建一个给她。这就是她的客厅啊，也是她大儿子的睡房，她就睡在这边，就睡在这边，对，纸皮就在这边睡。然后他们的没有房间，算是2个，一个是妈妈的，这是一个其中一个房间。对，这是他的大女儿，他的另外一个孩子呢，小孩子呢，小的儿子就睡在这边，小儿子就睡在这一边，对，他就睡在这边，他的脚是就往这个桌子底下里面摆。这间房呢，就是他的那个大女儿就睡在这边，大女儿就睡在这边。哎、嗯，其实我发现到这间房很大，是不是比较大？而且。刚才我们面对到他们很多孩子都睡在外面嘛，不然我把这一间房分为2间房，哦，就一分为二啊，变成他们这小小的房子拥有了3间的房间。在看过2间房间后，决定为廖女士5个成员提供舒服的地方睡觉。看到厨房破旧的碗橱，最佳办法就是去旧迎新。由于主食厨具都已经破旧不堪，所以决定增添火炉和炊具，替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的主食地方。
至于无电供应的问题，天下无难事，还是能够解决的。买一个发电机，哦，你觉得怎么样？也很好啊，这个 idea 很不错。至少他们在晚上的时候有一定的灯光。对对对，让他们至少可以不需要点蜡烛了。蜡烛真的是有点危险啊，而且他们又在板屋上了，对。好，这个呢就是他厨房的部分了哈。厨房就在这边，你可以发现到呢，这些板啊都已经给那个烟火熏的已经黑成一片了哈。这个很重要一点是他的喉管啊就已经呈现漏气的情况，一旦失火的话哈。一发不可收拾。对对对对，所以我相信下面的管子应该是破裂爆裂或者怎么样，所以造成他们有漏煤气的情况出现。要不要我们去下面看一下？要，好。就是这一个gas 的板有问题。OK。然后我们真的很危险，你可以听到它有声音哎，它 gas 板已经开始漏气了，他们只是随便用这个绳子绑着。真的不理想，所以这个不是理想。必须要换。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带他们一家人呢出去这附近的一个酒店，因为呢我们马上就要为他们的屋子进行整修了。在工作人员忙着装修大半天之后，看看工程的进展如何。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进行这安装这个洗碗盆，之前它是直通去，就在地下，就排在地下，这样会造成很不卫生，所以我们建议把这个排水的管道直接把它接出去外面的水沟。建峰，你可以很明显看到我们还在进行着这个水管哦，我们挖了一尺深的这一个沟渠了，算是。这是排水管。然后这个是煤气管，然后我们会把这些排水管和煤气管就埋在泥土里面，然后它的不会造成他们之前这么样的不卫生。OK， 那我们来看之前这个房间比较大，然后我会分为两间，然后我们工程来进行着这一个就是它的门。就现在是一分为二的这房，一分为二，至少它的小小的房子就有三间的房间了。好，这边我们来到这边就是他们的门口，大门口这一边，然后那个 switch， 我们这边就是那个电源的开关，就是在这边，就在这边。其中一项任务必须解决廖女士一家人夜晚无灯光的日子，所以在整间家拉电线、安装七盏灯，再加上拆除木板、更换光亮的墙板后，整间家立刻光亮起来。现在呢，我们是要将这个汽油呢倒入发电机里面，好，启动它，可以提供电流，好让我们能够继续我们的整修工作。因为呢，现在实在是天色已黑，可是工作还未完成，所以我们是必须加紧努力。耶！哇，这间家以后就可以有电流供应了。好，经过了一天的努力之后呢，现在是时候把这个整修后的房子呢交还给廖女士一家人，就不知道他们在看到这整修后的屋子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拭目以待。好，现在回到家门口啦，我们先来看看你的家有什么不一样。好，新友来告诉我，那楼梯会有啊，香了，这样的。楼梯做到很好啊，前楼梯又不好了，它的木又比较老牙的。现在楼梯的这种好了。好的哦，这个楼梯你看好亮啊，亮啊，好亮啊，亮啊。我现在走这个楼梯就这样，挺好的，好好聊，好亮了。哦，是啊。来，晶晶现在啊，来，好，现在就来看看你们的家啦。来。先看这边，现在呢就要带你进你的房间，来看姐姐啊，那房间那边，来看你的房间。好呀。好，那你其实看到呢，这房间有不一样了吗？什么不一样？不像以前那东西这样，我放炸一大堆那边，不炸又太多东西，又现在看那东西
不同啊。就是呢，我们这个是给它这个布哈，这个垫子哈是可以洗的。有时他小便那种大小姐在这边哈，你可以拿去洗的，比较方便。然后呢，你有看到吗？给你买了一个厨。为了方便廖女士照顾女儿，特别买了尿片给大女儿，不必每天清洗女儿的粪便。啊，好厉害！闻得了啊，蚊帐，对，蚊帐。观察力很强的大儿子抬头一看，发现到安装了一大片蚊沙，他们不必再对蚊子喊怕怕。安迪，来，你看这个呢，一起来。这个呢就是安迪你的房间呐、啊，我可以发现到呢，几兄弟哦，一直目光是一直往着这个我们刚刚装修好的这个屋子，就是可能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新奇。这里原本是女儿的房间，如今隔开成为两间房，成为廖女士的房间。清掉了一切杂物之后，空气即刻流通。坐一下你的床，喜欢吗？喜欢。喜欢啊，这样子。啊，你好靓啊！照顾你的女儿会不会比较方便呢？也有想好买了母。而且全家人都很喜欢全新的滑面墙板。廖女士说，只要用湿布抹灰尘即可，方便清洗。大儿子说，不必再怕以前粗面的木板刺人了。他有些会有那个刺木会刺到。有，你有给刺过吗？有。来，现在来看看第一个给你看的是，来。这边来看看，你看这边，现在有电在这边，你可以开关，啊，那个电你不用怕哈，电是发电机的，我们没有申请什么东西，就买了一个发电机给你。没有电表那些的。没有，一个发电机。兄弟们兴致勃勃地试开电灯的开关，总算不必再过着那种点蜡烛的夜晚，忍受闷热的天气以及遭到蚊虫干扰的日子了。这个就是我们给你们买的梳发。有了这一套沙发，他们以后不必再坐在地板上，而且这是一套沙发床，白天当沙发，晚上则当儿子的床。他马上就已经睡觉了。啊，来进去看。另一间房间就是两个孩子睡觉的房间，如今人人都有自己的一张床，不再有纸皮，不再有报纸。现在有了房间，就不用睡在外面地板，睡在里面的房间就会比较好。还有窗口又有装那些窗门布那些，就比较有通风那些会比较好。这边有什么不一样？你看一下，变成了洗碗盆，又有厨煮菜的 gas 厨，又有还有这么这个还有这个沙梨透明一样啊。白天你不用开灯啊，你看。就可以有自然的光下来呀、啊，懂吗？当然也为他们添购一些清洁用品，让他们日后保持清洁的居住环境，以及为小儿子买了药膏涂在手上被蚊子叮咬的伤口。看着经过油漆铺好地板之后前后完全变了样的屋子，廖女士一家人非常高兴，终于有了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进来看到又有几个灯了，晚上又能够看得到东西，变成不会暗这样呀。感谢张秋生，你小帮我啥？谢谢炎夏文琴做到这么好的屋子。一根蜡烛在这窄小的木屋里似乎显得很单薄，微弱的烛光更不足以照亮整间房子。但我却感觉到烛光越来越强，越来越亮。烛光里我看到了母爱的光芒，母亲把自己青春消耗照亮孩子，母爱是世界上最亮的烛光。对孩子而言，即使是在漆黑的夜晚，就算只有那一点点的光亮，但却照亮了孩子整个心房，牵引着鼓励着孩子走在人生道路上。母亲是孩子心目中永远的烛光。